这是什么河粉？这是越南牛河。越南河粉好像要加一个什么酱？是米线、米肠跟豆腐吗？豆腐，看一下。叫做米肠猪脚肉炸豆腐。你学过越南文的念一下。那个再多点这个。对，要肠要各式拼盘。对啊，这就是拼盘，肠拼盘，著名的肠拼盘。然后加河粉，然后等一下还有一个鲜虾，咖啡，就是越南著名的春卷，鲜虾春卷，生春卷，鲜虾生春卷，一个110而已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米线米肠小的才110，牛肉河粉110，加起来400多而已。还有越南黑咖啡。